一个超级大极光哦，哇，银河系的大极光出现了，出现在我们家，哇，发射光线，雷射光线，发射到了，发射雷射光线。亮亮的，那也可以摇很快吗？哇，变很大一个啊！这是什么样的光线？这是雷神光线。雷神光线？对，它是会旋转，它转很久就会闪电了。哦，是哦。依你拿一个塑胶袋给它套起来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好啊。嗯，拿一个塑胶袋套起来，有拿到吗？有。看。哦。哇。它粘到了。塑胶袋耶，不是拿胶带哦，不是拿这个啦，是拿那个塑胶袋，看它会变什么颜色的。欸，对了啊，如果拿这个椅子咧，咦，你照这个椅子里面会变成怎么样？这个绿色的椅子，土地公的帽子，这个哦，那个也可以。哇，照里面，照它的洞里面啊，它变成一个绿色的世界。绿色的正方形。绿色的正方形呢？